Takasi, Malaysia. Thank you guys so much. I feel you guys support. I don't need anything else. So, 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然后，我觉得，如果你想 ，if you want to be happy throughout 2020, come see our movie, and I'm sure you have a big smile back. Thank you, you guys. 看到的就是我们这部电影呢，不只有我们马来西亚人，有香港的演员，然后也有泰国的演员，所以这我们这三个国家的火花擦在一起，会是会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？大家一定要进戏院看新年泰疯狂！祝大家呢，过年顺顺利利，健健康康。这个戏最好系咩呢？我拍咗呢个戏之后呢。 我多咗个仔，哎，and多咗个女，哎呦，哎，你个女好靓喎。I say, after this movie, I got another son and another. Oh my god！ 喂，我个女同我呢好有 DNA 嘅。这部《新年太疯狂》将会从正月初一上映到正月十五元宵节、东方情人节。如果 可以上映到从东方情人节上映到西洋情人节，我会再拿出另外一个38仙捐给有需要的团体。谢谢。